嗨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 Om Sense。这些呢都是一个天河石，也叫做 Amazonite，又称为是亚马逊石。看到它们的颜色吗？它的颜色的那个色泽呢是体现一个蓝及绿的那个晶石。Amazonite 呢是一种可以增加那个自信心的一种幸运石，所以呢它又有一个名称。叫做一个希望之石，它是可以啊，令人变得更加的积极，然后呢，是可以避免呢，会出现那个钻牛角尖的那一个负面情绪。它亦可以提升人与人之间的沟通，即是一个信心的一个宝石。它主要是能对应我们的喉轮，它的能量呢，亦可以从喉轮通往。我们的一个星轮的一个能量石，所以这些就是一个天河石。